我这次来就是想见见你们。没有人想见你。黄婉瑜，黄婉瑜，严师，快跑！方队长，快点！严师，黄婉瑜。 时代变了，陆焉识平凡了。燕石活着回来就好。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婉瑜，我是燕石。你胡说什么？你出去！你怎么了？出去！你妈她怎么会不认识我了？你妈怎么变成这样？目前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，你可以自己试一下。怎么试？ 是写给我的，你帮我念念吧。好，冬闲就要过去了，春天如期到来了。站在了开满黄花的草地上，我们感觉春天真的来了。